不愿意下跪道歉了，现在就滚出蒋家！修远哥，他除了给我下跪道歉之外，还得给我的两个宝贝道歉。好，没想到这贱人，还真怨恨能够有胜我哥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绝对不能让我哥将我赶出蒋家。修远哥，他不愿意下跪道歉，你也不要强人所难。蒋家门风严谨，像他这种当小三的行径，蒋奶奶一定会严惩，一定会将他逐出家门。哥。 我是蒋氏的千金，我不能被赶出去。是不是？我跟他下跪道歉，你就能原谅我不告诉奶奶呀？那得看你道歉的诚意了。我绝对不能被赶出蒋家，宋乔这贱人也给我等着！等上我的已婚闺蜜拿下我哥，我一定让你这个贱人死在我手里。行，我跪。宋小姐，是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行了吧？还有我们。对不起。 其实我们还要谢谢你这么会捡垃圾。妈妈，我们走。好，这俩垃圾看太久了，的确辣眼睛。我们走。宋乔，咱们走着瞧。都是故意让你们跪下跟我道歉。